当然，即摆是上好卖粮票的吼，诶，卖粮票的钱较侪嘛，对吼。陈一婷老师，好，你好，诶，好，我们的季军是吴迪仰先生。好，奖杯一座，奖金三千哈。亚军是奖金五千哦，奖金五千哈。好，来，两位老师上来颁亚军哈。有有一个阿君哦，我们的亚军是八号陈栋梁先生。来，两位老师哈，来帮我颁亚军哈，亚军一位，那么奖杯一座，奖金五千哈，奖金五千。冠军就是我们的刘怡颖小姐哈，奖金八千，冠军讲座一座哈。好，我们请陈静子老师，我们颁发冠军。这边来，我们照一个团体照。